完全娱乐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陈生。大家好，我是雪芙。两个默契还 OK 吗？应该还好。应该还好，对不对？对。说到比爱心，你会想到怎么样子比？一、二、三。想到了武侠动作，你会想要比什么动作？一、二、三。虽然很像，可是不太一样，所以要有一个身体的要到这样子，要一模一样，要一模一样。好，所以身体要有一个。其实我只是出拳比较慢。少在那边那个老比较老了。好，那身体要有一个部位要接在一起，看哪边。我把魔法吗？绑在一起。好好，魔法，好，大概就好，大概就好。OK OK。好，有绑跟没绑一样。有没有一个橡皮筋？他就是一个那么认真的人，就是只是一个游戏。不行，我一定要很认真。还是这有秒数限定？没有的话，那我慢慢来。你可以录到八点，没关系，就慢慢聊。好的。算是认真啦，我觉得这精神，他就是这样的人，这样精神真实。说到洗澡，你会先洗哪一个部位？一二三，你这是想洗哪边？我要啊，脖子。我先洗脖子。怎么会先洗脖子？为什么先洗脖子？不是都先从头开始？一开始就是冲完就会开始这样。洗脖子这边。先看，对啊。那雪芙刚刚是先洗哪边？洗头不是都头先开始洗吗？你头都比。脖子晚吗？没有，因为就是医学有证实，要先洗澡再洗头，要先让身上。那是认真的吗？这种事。对，要先让身上知道那个水的温度。哇！啊，对不起，敬佩你们。好，第二个部位，好，手臂，手臂，好。说到颜色，你会想到什么颜色？一二三，紫色。鞋子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可以。说到形状，你会想到什么形状？二三，圆形。你真的太幽默了吧！说到团体，你会想到哪一个团体？一二三 ，Special。我真的是想最近风头上。说到卡通，你会想到哪一部？一二三，宫崎骏。好，身体要有个部位再接在一起。手。好，那你把你两手握在一起，好，这样子，好。这样吗？对，这样子。说到了陈翔的理想型，对他一定要有什么条件？好，一。二三，真诚，你刚刚不是说？对啊，这题有问题。没有啊，你没有说是就是要。没有，我们这个很广泛，这个很广泛啊。跟这个 range 太广。所以你喜欢大眼睛的，对对对对，大眼睛，然后真诚这样子。你刚刚不是在楼下说？对啊，你好肤浅哦。对啊。没关系，那我们反过来问学服的，学服的理想型他一定要具备什么样子的条件？因为我都不知道了。好，一二三，高。你这个理想型都不知道。没办法。那你现在补充，如果你的理想型一定要什么条件？诚实。诚实吗？善良。诚实善良。好，最后一题这边送你们。最后一题了吗？对，最后一题了。最后一题，想到电玩游戏，你们会想到哪个电玩游戏？一二三，蜀山缥缈录。好，那是送分送你们啦。那今天默契，你们觉得还 OK 吗？今天？我觉得你的问题太广了，应该就是给我们一些选择题。那怪我吗？我那怪出题人。完全娱乐小一哥出题乱出，因为你的那个问题太广了。对，真的是你的问题。